我们的口号是快速提高，奋勇向前，排除万难。高手一招，快速提高。孟加拉货币分为塔卡和派萨，一塔卡等于100派萨，当前汇率为10000塔卡，等于91美元。硬币的正面都为果灰，一派萨的背面为花卉图案，五派萨的背面为耕犁和工业齿轮图案，十派萨的背面为一男一女在互望图案，25派萨的背面为孟加拉虎图案，50派萨的背面为云石鸡菠萝和香蕉图案，一塔卡的背面为2个大人和2个小孩在互望图案，二塔卡的背面为2个小孩在赌书图案，五塔卡的背面为海滩和白云图案，另版正面都是第一任总统拉赫曼头像图案，一塔卡的背面是果灰图案，二塔卡的背面也是果灰图案，五塔卡的背面为农场和麦穗图案，纸币的正面都是第一总统拉赫曼的图案，二塔卡的背面为首都打卡的沙希德高塔和花朵图案，五塔卡的背面为佐托索纳尔清真寺图案。十塔卡的背面是白图木卡兰清真寺图案，20塔卡的背面是60圆顶清真寺图案，50塔卡的背面是2只牛在拖拉2人图案，100塔卡的背面是星清真寺图案，500塔卡的背面是进行耕作的情景图案，1000塔卡的背面是孟加拉果民议会大厦图案。这是独立25周年的纪念操。这是独立40周年的纪念操。这是孟加拉语成为母语60周年纪念操。这是孟加拉安全义务公司25周年纪念操。这是孟加拉博物馆100年纪念操。这是孟加拉前进2018纪念操。这是开国元首诞辰100年纪念操。这是孟加拉国独立50周年纪念操。